我卡住，这有没有乖？现在很乖，遇到邻居，邻居说他长得像只小狐狸。小狐狸，给爸爸玩一下好不好？嗯嗯。哥哥，你是不是也很好奇？你就负责在旁边笑就好了，好吧？那你躲在后面。啊，我来了。哥哥，你先跟他培养一下感情，我先给欧巴穿一下。哇，太大了，有那么味道了。我这样太松了，我得改装一下。做好了？做好了一个。你这个这么细，我可能穿进去吗？特制啊，我看你别还没穿就咬坏它了。哦，它做太小了，怎么办？不乐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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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乐意。哦，好，乖，好乖，那爸爸重新做一个新的好吗？翻车，你这是？这给你玩，重新做一个新的。穿进去啊，看不见。哦，穿进去。模仿一下，嗯，好了，好，可以了啊。你躲躲看吗？好，躲躲看。嗯，哎，你很灵活呀，啊，感觉还可以啊，甚至有点活力的感觉。你好了没有啊？缝了好久了。快了，快了，很快就好了。你快看，前腿、后腿，想想就有点开心了。嗯，我缝的好累啊。我申请买个缝纫机可以吗？你是要挪用公费吗？把支持打在公屏上，支持我。别咬坏了。我靠，你真的好像是小狐狸。看上挺像的，好像手长了吧。瘦身嘛，平时腿很短。嗯，咬一咬，真的很像只小狐狸。如果耳朵是黑的，就更像了。我给它披一下好了。它是一只很肥的狐狸。这个话有点好笑。是不是腿长了？嗯，今天怎么这么乖？那给你吃一下。定型了。啊，起来。对呀，好棒。好可爱呀、啊！我看。你看啊。这个好可爱、啊、蛮像的。嗯，养一只柴等于养了很多动物。啊，走起来也好像。哎呀，掉了。那边有条腿掉色了。啊，帮你补回去。帮你补回去。大家觉得这次 cos 成功吗？我觉得蛮成功的。嘿嘿，差点以为翻车了，吓死了。好有劲啊！我靠。掉了。大哥，你能cos什么东西啊？啊，你跟臭鼬长得一样，黑黑白白的。Skunk， 我 Skunk。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大哥这样看真的很像臭鼬，有没有？啊，你们俩去玩吧。走走，爸爸帮你把袜子脱了，爸爸帮你把袜子脱了。好，走，去玩。